Walter 今日做乜咁燥底啊？喂 ，Michelle， 你去边啊？ 揾 Roger 签文件咯。咁啊，祝你好运啊！唔咩啊？睇嚟系时候我 Spiderman 出动啦！Roger， 不如试下呢款波嚟，实战都攞呢啲嚟练习噶咋？手感唔错啊！ 實戰平時練習都用呢啲嘅，梗係佢平時咁 lift green， 今集 spas 佢仲推動再生能源啊，點會唔身體力行啊？嗱，呢啲波咧用舊嘅拉衫重織而成嘅，夠曬 green 啦，誒，喂，咩話題啊？講下嘅啫，最緊要老細buy啊。spas man lift green 啊，小城大事職場秘技第一招，職場上用啲小創意氹下老細。 升職加薪呢啲大事又點少得你啊？Lift Green 都一樣，如果人人都可以由小做起，我哋下一代嘅生活環境就會更加好噶啦。喂，老細話今日放工之前要收到份 proposal 啊，剩翻4個鐘頭咋，仲唔快手？哎呀，得啦，睇埋呢集先啦。啱啱先講到 Claire 同埋 Jasper 鬧交咋。 Michelle 快啲喐手啦！你明知自己做嘢慢，剩翻4個鐘頭咋？嚇，咁唔係聽日先交咩？係今日啊！佢聽日要開會啦！嗱，你剩翻3個鐘頭，58分鐘，57秒，56秒，55秒，54，53。作為一個專業嘅 deadline fighter， 你真系唔使同我担心喎，除非你话突然间停电啊，先至有机会用唔切嘅啫。关你哋冇用我系唔得噶，等我为大家介绍呢部人力发电机，睇我 Spartan 表演啊！哇，搞咩啊？快啲埋位啦，时间冇多啊！埋位，有发电啊！喂，正。Spartan Lip Green 小城大事职场秘技，第二招，把握小小嘅一分一秒，爽手做好啲嘢，就可以成就到一齐准时收工呢件大事啦。Yeah， 搞掂。 時間啱啱好啊！哇，又印錯，下次一定要做樹啦！喂，唔係啊嘛？ 緊急關頭先嚟冇紙，擔面紙啱啱用，啱啊！多謝神明啊！我唔係神明，我係 Sparksman。 Maybe it's not so bad. We could have different experiences. 佢哋已經唔可以喺埋一齊噶啦！而家我想飲杯水啫都唔得。用住呢個先，唔好再 Mocking 上身啊！ Sparksman Lip Green 小城大事职场秘技第三招，勿尽其用，唔浪费，少少嘅减费举动可能会解决到唔少嘅燃眉之急，成就大大嘅事噶。老细今日心情好似好好喎。系喎，睇嚟准时放工有望啊。 咩话？饮珍珠奶茶冇饮管，会等于叫板球之王实战打篮球？你仲夹我近，揽我远嘅距离，真系太差啦！接住。 Sparksman Lip Green 小城大事职场秘技第4招，同事之间少少嘅齐心合作，可以成就老细高兴呢件大事。身体力行为我哋嘅环境少少减肥，就会对我哋下一代有多多好处，可以 Lip Greener。睇完条片嘅你，记得唔好错过我哋有奖问答游戏啊！
記得留意 DBS Facebook 就有機會贏到呢個咁靚嘅 Spark， 仲快啲行動！